我看你还在咬你啊，你这家伙，他这个看家护院的这个功能性啊，性格也是非常高的，不要紧他了，不要看了啊，他这个他看到外面有人，所以他这个显得比较凶啊，所以他旁边后外面有人在兜他，所以他表现得非常的狂暴啊，这就是纯种藏獒的一个性格特点。你看这家伙，他表现得非常的急躁暴躁啊，这时候要是有这个陌生人进来的时候，我相信他要把他撕掉啊，看这家伙，他不是省油的灯啊，这个藏獒啊，咬人是特别厉害啊，这家伙。好了，快下来下来下来，土贼啊，这是一条非常漂亮的公藏獒啊。